好，中国大洪水的观众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上一周的话也发生了很多事情，不管是在香港，然后也有伊朗，还有些其他事情。那我们想请老 K， 然后把上周发生的事情，然后给大家简单的评论一下。首先让我们有请老 K。喂，老 K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哎，老 K 你好。从上周来看的话，香港那边的事情就还比较多，包括我们在录这期节目的时候，实际上香港那边也不停的在有暴力事件在发生，有白衣人啊，好像是黑社会，还有黑衣人的反击哈。那有几件事情还是想请教您的意见哈。第一个就是在由香港警方公布的，可能是2天前吧，说是在一座房屋的一个房间里发现了爆炸物，然后呢，并且逮捕了这个人。那这个人呢，说是香港民族阵线的这个成员，当然香港民族阵线和珠夏传媒，还是有些联系的。然后包括我去采访过，香港民族战线的发言人梁颂恒先生。那梁颂恒先生后来也澄清过，不是不能算澄清吧，他说被抓的人确实是我们，香港民族阵线的。但是呢，那个房间作为我们的仓库，我们只存放一些宣传品、音箱什么之类的，从来没听说，就从来没有说在那块会怎么会发现一个爆炸物。那您怎么看这件事情呢？首先第一点，香港警察现在已经完全没有公信力了。你说有爆炸物，你是怎么发现的？发现的是什么爆炸物？有多大的重量？多少量？你这个有没有追踪它的这个来源？你的这些东西都是语言不详，就发现了大量的爆炸物。这个说法本身就是很荒唐的，就是作为警方也作为香港警方，现在已经没有公信力了。第二点呢，就是说从整个事件的角度来讲，就香港的事情现在还没有到说要又使用这种爆炸物的这种阶段，因为暴力，香港呢现在已经进入一个暴力升级的这个阶段了。因为实际上核心的问题就是共产党要坚持亮剑，绝对不妥协，所以呢，就这个事情任由这个事情不断的演化。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从任何一个历史的这个社会动荡的这个过程当中，可以看到这个现象，就是说从最开始的和平诉求、和平这个，和平的请愿，或者是和平的这个示威，到最后的这个暴力抗争，到最后的革命，你包括这个苏联的俄罗斯的这个2月革命也好，包括这个包括文革吧，我觉得文革也好。它都是一个暴力逐渐升级的一个过程，这个升级呢，就相当于有点像这个，广东人说打那个扑克牌叫"锄大地"，可能北方人叫做"跑得快"吧，对，正常流什么的。就是说，你刚开始出牌都是出小牌，就是首先肯定都是和平的，这个是最开始是肯定是请愿，就我还连示威都算不上，先是请愿。那么在俄罗斯帝国的时代呢，你工人请愿都拿机关枪打。那后来肯定就变成示威了，对吧？这个是升级的过程。那么升级的过程，它是有一个对等性的效应的，就是说我是和平的，那你如果说对我是和平的话，我也是就保持在这个阶段，因为这个是有效的嘛。那如果说比如说警察开始打人了，那么群众呢抗议可能就开始扔砖头什么的，这个也是很正常，也是常见的这个历史上常见的现象。那么现在的这个阶段呢，还没有到达说真的是暴力相对的，就是说，包括群众冲击这个立法会也没点着什么东西，包括这个香港人几百万人游行也没有砸一个步子，也没有说放一把火，这个完全就是一个和平的过程。对。那么警察呢是在这边挑起的这个逐步的暴力升级。那么我们昨天看到的是最新的暴力升级呢，就是警察。或者是中共派人去穿白衣服去打人，对吧？这个还只是用木棒，还没有到这个钢板的时候。你这个时候突然你说对立面突然出现一个拿一个王炸出来，你这个合理吗？你觉得是靠谱吗？因为使用这个暴力武器，使用这个比如说使用炸弹，这个在历史上是有的，就包括说这个辛亥革命也好啊，还有那个保路运动好像没用到。辛亥革命也好，然后是这个香港60年大暴动也好，还有这个欧洲的这个就是60年代的这个，他们也叫文化大革命，他们也叫文化革命。那个时候就是学生造反嘛，法国的学生造反，包括红军旅啊，包括这个
德国的、意大利的这些红军旅这些势力，他们使用爆炸物呢，它有一个原则，就是使用恐怖手段呢，就是说第一个是我要进行一个抗议或者是一个报复，我才使用这种手段，对吧？现在香港没有存在说有报复或者说要抗议的阶段，也没有遭到就是说广大群众没有遭到这个更大暴力的一个镇压，就是说没有说当街开枪，就是开真正用使用致命武器的时候，你突然来一个这个你会丧失很大的这个支持和人心的。但是如果说你是说因为说警察真的拿着解放军开枪了，那么当时在比如说六四的时候，那群众在六四之后就当天晚上过了之后开始烧军车，那不管是真的是假的，是真的群众烧的还是假的群众烧的，但是从这个历史演进的角度来讲呢，这是一个合乎常理的一个心理的报复，就是这种就是暴力对等嘛，就是手段对等的这个原则是符合的。也就是说你在这个时候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你存一大堆炸药，你准备炸谁，你炸谁，你就等于说丧失人心嘛。这个时候就说如果说香港发生一个爆炸案是由不是这个中共做的，那么这个结果呢，就是会让这个参与这个和平示威的人呢不再继续支持你这个比如说民族阵线也好，是民主阵线也好还是什么，你这个派别马上就被污名化了，你就会被洗出整个的这个历史舞台，包括政治舞台，因为你是采用了一个过激的手段去做。那么这个事情就是说你的最大的受益者，现在如果说有人用炸药或者是存在炸药，那么最大的受益者是共产党而不是这个和平抗议的群众。所以从这个逻辑上来讲，这绝对不可能是这个民间抗议者所为，那么这个只能是一种栽赃。如果而且退一万步讲，就算是使用炸药，我跟你说这个我们的初中化学课本就讲了嘛，说这个硝酸铵化肥，但是结硬块之后呢，不能用石头砸，不能用什么这个铁器砸，只能是用木棍慢慢敲碎，不然的话就会发生爆炸，对吧？这个只要有初中化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这个炸药是怎么来的。所以这个事情你说现在存这个炸药纯粹是毫无逻辑性可言。好，明白，您解释的非常清晰哈。所以刚还有一点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就是民族阵线和珠夏传媒的关系哈。然后包括是在六月六还是六月八那天的时候，这个路德也采访了，可能后几天也采访了梁颂文先生。那最有意思的就是在一次可能是文贵先生那边的一次直播还是一次做节目的时候，在大街上然后碰到了梁颂文先生，就是可能当地采访的人哈，然后大概说到了就是美国这边我来帮忙，然后怎么样，然后后来的话就中共那边的话就出了些文章说幕后的黑手，对，是就是把港独和这个郭文贵先生联系到了一起，所以是不是因为有这样的事情，他们才会特地找到香港民族阵线的仓库来放这个所谓的爆炸物呢？这个首先我觉得呢，中共的这个对应的这些策略呢都显得有点这个反射弧太长，他应该在这个有和平游行的第一天就干这个事儿，拖了这么久是说明他什么呢？白区党跟这个布尔什维克的这个红区党之间有矛盾，现在是要协调立场之后才能够执行这个事情。因为第一次游行的时候我搞点事情放把火啊，搞一些白衣人去打呀，闹一些这个事情制造成一个骚乱之后呢，这个事情第一天就扑灭掉了，但是一直拖了一个多月，所以这个事情本身来讲就是一个很吊诡的事情，就说明共产党内部根本就不是一派。那么从这边的这个从这个珠夏传媒或者说这个郭文贵先生这边这个来讲呢，这个是正常的操作手法，这个也没有什么值得这个大惊小怪的。那首先美国第一就是说这个共产党第一点，它就是亡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嘛，从这个苏联时代开始，当年最强大的是大英帝国，他就说你所谓的政敌啊，
所谓内部的同志，只要你想弄死他，你就说他是英国间谍嘛。后来跟德国闹掰了，或者说跟德国开始作为最大假想敌的时候，他就说你是德国间谍，然后是后来是美国间谍，这个东西都是随手拈来的事情。因为对付大众来讲，大多数绝大多数这个沉默的大多数，或者说这种群盲来讲，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这个事情简单化，就好像说这个事情就是你一个人挑起的，就是你，那就完了嘛，对吧？所以这个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这种事情呢，其实就是给人扣个帽子。比如说这个滕彪当年就是啊，你不是说人乱伦吗？我就叫你叫乱伦彪。那这个现在大家都不太清楚他叫什么名字，就知道乱伦彪。你说他名字就是乱伦彪。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这样，你要给人扣帽子就是这么简单，简单粗暴就这样子。所以也没有必要去争辩，因为真正懂的人，就是比如说美国的这个政府，他们又不是傻子，整个情报网络相信现在都已经是张开的，包括英国的情报网络。对，具体内部什么事情他们清清楚楚的很，你表面上你说啥都其实没有人相信的。只不过政府共产党呢，他想争取的是一个群众的基础，但是香港的群众他是争取不了了。那么这个国内的群众呢，他是可以争取的。就跟我去年写的小说就已经把今年的事情就全部的连时间顺序，包括这个发生的事情基本上都已经预言清楚了。这并不是说我先知先觉，或者说我未卜先知，只不过是因为这个是符合一个政治，就是说一个群众运动或者是一个动荡社会当中的政治演变的一个逻辑，而且符合这个共产党的一贯的操作手法。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他的这个跟我的小说预测相反的一点呢，就是反射弧相对比较长，所以也没有关系。就是说如果说这个事情其实完全取决于共产党，就是如果说你和平的这个接受了别人的这个抗议，就是说希望普选什么的也接受了，然后撤回啊，不是说什么什么表一个什么莫名其妙的态度，这个玩意儿死掉了。这不是一个政治术语，也不是法律术语。你如果说真做到了群众的呼求呢，这个事情就完全就可以就平息掉了。但是共产党绝对不能开这个口子。你今天开了这个共产党的理逻辑一贯就是这样，我绝对不能开这个口子。哪怕说我给你一个，就说一个伤残的这个退休职工，说我一个月多给你200块钱，这事儿我也做不了。我可以慰问你，但是我绝对不能做到每个月给你200块钱，因为口子不能开，这是共产党的逻辑。所以这个事情，所以共产党他就一定要强硬到底，那么这个事情就一定会，逐渐的演化升级。从上个星期，周末的这个警察在这个私人场所大打出手，到今天的这个，解放军或者是武警，或者是深圳的警察，到香港去拿木棍打人，这个事情都是理所应当的，这个不断演进的过程。只不过这演进过程比我想象的中那样慢，这说明这个共产党内部还是有矛盾的。哦，明白。对，说到这块的话，真是不得不佩服那个彭城来信，还是或比较直接讲的深圳来信好了。那个很多事情其实就是一步一步顺着来讲的话，我都能够在您的那个小说里面找到一些，都不能说是影子了吧，就感觉就是这么写的，这么发生的。对。OK， 刚开始的时候，别人就觉得是这个，我也是觉得是一个政治想象小说或者是虚构小说，没想到它会变成真实的，反正就是符合这个逻辑嘛。对，当然还是说明你的政治智慧比较高吧，政治敏感度比较高。OK， 所以当然在香港这些事情，就这一礼拜或者过去一个月都在有不停的新的进展出来哈。然后在前天的时候，正好出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任达华，他是在在广东一个地方，在中山吧，然后给居然之家的一个新开店的。开业的一个典礼上面来讲，被人捅了一刀，然后后面经常是众说纷纭哈。然后，提起任达华的话呢，就不得不提起他的家人，就是他的哥哥是这个香港的，是总督察还是反正是位置很高的一个人哈。所以大家就会有一些联想，包括任达华之前的话也经常演一些。香港电影，当然演得也很不错，也很红。据说他是从来没有在黑社会被黑社会威胁过的，因为其实在香港的话，黑社会和影视行业就是在一起来做事情，好像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事情。很早以前就是这样，就是威胁演员啊，
一样的。所以算是个题外话了，您觉得任达华这个事情是一个是一个意外吗？还是有人故意针对任达华去制造一些事件？从任达华的角度讲，他并没有什么就是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高的那个政治的这个价值。他本身呢，其实你说他虽然没有被黑社会绑架、威胁、勒索过，他的原因并不因为说他父亲也是警察，然后他哥哥是警察。Okay. 那么，但是你要想到他出道很早，都是70年代，还是他是五几年的人？对，我肯定是50年代人。他的这个出道很早，然后呢，他的哥哥他不可能说第一天当警察就当总警司吧，所以你说他的这个保护伞有多大，这个也不是也不太可能。你作为一个小警察的弟弟，我黑社会欺负你一下也是正常的。那只能是一个符合逻辑的说法，就是他是踩在这个黑社会这一道的。因为香港的演艺圈呢，实际上在50年代才开始出现，就是电影界。它的原因是在于上海沦陷之后呢，有一些上海的这个电影公司逃难到香港，然后还有这个本地的一些这个也是上海人投资到这个电影圈。那么当然也有一部分是匪谍的企业，这个所谓亲共或者左派的这个电影公司，其实它也是匪谍。那么在这两派势力嘛，就是一派是这个资本主义啊，流亡的自由派，他没有留在上海接受共产党的这个解放，或者说迎接这个共产社会主义艺术的这个繁荣，就是因为他是自由派嘛。这两派就不断的就会有斗争，那么斗争的方法呢，其实你表面上你也不可能通过别的方法，就是黑社会嘛。为什么黑社会在这个影视圈涉及这么深？一方面是跟这个演艺圈它这个接触社会面比较广，这个业态的一个普遍现象有关系。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共产党这个匪谍不断的渗透，他通过的所谓的这个黑社会来控制你的这个演艺圈的这个势力。那么经过这几十年的这个淘汰呢，基本上现在的香港的影视界呢，其实大部分是被所谓的黑社会控制的，要么就是这个共产党这个匪谍直接控制。那么如果说你在70年代你入这个行，80年代入这个行，你不涉及到黑社会是不可能的。那么你不被黑社会勒索，那只能说明你自己就是黑社会嘛，对吧？而且你想想看，他的父亲和这个哥哥都是警界的，都是在警察的。但是我们要想到是在1979年还是77年，就是廉政公署反腐之前当的警察，那你有没有收骗？有没有收保护费？有没有窝娼聚赌？有没有去这个参与这个分赃雷洛几五亿探长雷洛的这个分赃？你说不清楚，因为港督做了一个局部的这个大赦嘛。普遍其实就是普遍赦免嘛，那你是不是涉黑？你是不是这些黑警察？那谁也说不清楚。或者说，我们干脆就说，其实香港警察就是黑社会，有牌的黑社会。香港的黑社会实际上就是有牌的警察。当然，这个是忠于不同的势力。但是呢，97年之后，香港的警察其实也沦陷掉了，包括这个廉政公署也沦陷了。他2011年还是12年，他销毁了几万份这个档案。说是过了没有运作需要这历史价值，你的档案怎么能销毁？你这不开玩笑吗？你就算是你要花多少钱，你每年都要保存下来的这种东西，你就销毁掉了，是什么原因？那说明整个香港警界，包括廉政公署，都已经被共产党给渗透了，渗透掉了。您这么一说的话，我好像整体都联系起来了。您这个分析的非常正确，我感觉，所以就包括在元朗哈，也就是昨天到今天发生的事情，就这些白衣人，那有些人说是叫何胜和吧，一个香港的这个黑社会组织，然后包括这次所有的影视明星啊，还是这些娱乐圈的人，没有一个能够站出来为反送中来发声，能站出来的也就那么几个人，所以，照这么来说的话，等于共匪的话，先调动了，不管是武警也好，那他肯定是不是也调动了香港的这些黑社会的人，然后来去
针对反送中的年轻人再去，就是我看起来的好像是用一些木条，还是就是能把人给抽出血条的那种木条，但它不是钢管，不是阿姨说的这个钢管厂的钢管。他们为什么会用这种木条呢？然后这种木条来讲的话，他们就是这是不太明白为什么会用这种木条。他们的这个官方的解释呢，是说这个元朗这个地方的这些当地的居民呢，很反感你这个搞这个政治，反感你这个扰乱社会治安。但是用合理的逻辑来推想呢，你的这个本地的村民组织的自卫力量不会是说还只是用木棍，或者说我用砖头瓦块，就是说这是一个严格控制的这个暴力的程度，而且所有人都是使用的是这个木棍。那这个跟这个当年这个76年还是75年那个北京的那个四五运动一样，就北京天安门事件，就是说首都工人民兵啊冲出来拿木棍打人嘛，驱散了整个广场，它的这个作用是一样的，就是整个的动作都是一样的。明白。所以你看看这个就是完全被控制，而且还有一点啊，你们注意，就是说香港的这个黑社会有一个逻辑，就是你斑马你泼人，不是说我真的就是真的就是大家讲义气一呼百应，都是花钱的，你一个人出场花多少钱是这个定的。所以呢，而且香港的所谓的黑社会，它是社会底层的这个社会边缘人，他所谓的就是这个流氓无产者嘛。但是干上共产党的逻辑呢，就是说流氓无产者是属于社会亲近的，亲近叫做社会亲近者，对共产党是一个天然的一个盟友，只不过是你们小偷小摸这个恶习难改，是受了资产阶级的这个影响，所以这帮人是可以利用的。但是这帮人如果是香港的黑社会，他毕竟是植根在第一个啊，香港黑社会还是比较他有家有口有业，他们也不会是轻易使用暴力。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们是香港人，现在香港的这个黑社会呢，他本身他也有亲属有朋友，他有社会关系，他不可能跟这个社会潮流对着干。那么他们真的能出手打这么狠的话呢？我觉得，我是持怀疑态度的。大家要注意一个细节啊，这个大陆的公安、便衣、国保这些人，他们有一个这个便衣出门。有一个细节注意，他们是一定会背一个小的斜挎包的。香港人的习惯是背双肩大书包，这个是大家都可以看到的。香港市民是背双肩大书包，因为这样方便嘛。但是斜挎小包就是共产党这个警察的这个常用的这种装备，所以你们要注意这一点细节很重要。也就是说，在视频当中有没有这么多这个斜挎包的人？这个就是一个指标。好天啊！如果这个匪谍听到这个节目以后的话，他会不会告诉，把这个信息反馈出去？这个很难，这个已经很多年了。当年这个所谓的这个重庆击毙周克华嘛，那个照片里边那个人那个死尸背着就是一个斜挎包嘛，好这天个啊！是已经很多年了。行，那就再多问一个问题哈。那关于现在香港的情况，您认为再继续发生下去的话会怎么样呢？那包括现在针对这些，不管是武警也好，还是黑社会的一些暴力事件，那香港的这些年轻人，还是这些有良知人，他们应该怎么去做呢？现在的这个最新的进展是上一次游行吧，已经有人喊出了这个要求成立临时立法会的这个提议。对，那么还要到这联个合就是国说，去申请保护什么之类的。对，也就是说这个事情，就是说你的这个按照政治逻辑的演进呢，已经是就根据你看那个德国的那个1918年德国投降之后，德意志帝国垮台之后。这个民间的这个运动，不管是这个斯巴达克团呢，还是这个红军呢，还是这共产党闹，他们最后的这个逻辑就是最后要成立一个自己的这个成立一个国家嘛。你对，包括魏玛共和国，也就是在一次群众的这个大型集会当中，突然从在魏玛市的一个阳台上冒出来说，我们宣布共和国成立，他就成立了。所以这个事情是一个政治活动或者政治运动的一个演进的这个必然逻辑，也就是说，如果说我原来的诉求都
得不到这个让步的话，那我们会提出更加激进的诉求，而且是越激进的人越受到这个追捧，越受得到会得到更多的支持。你之前的所谓和平理性非暴力会慢慢的被这个大众所抛弃，因为如果说在现实社会当现实的这个游行当中，你天天被人打，然后越打越狠，那么这个相应的这个暴力的，就是虽然你是和平的这个集会，是我们不使用暴力，但是我们并不，就是说这个群众的自然逻辑就是我们不主动使用暴力，但是我们有权利使用暴力来自卫嘛，这是合理的逻辑。所以你最后慢慢的演进呢，都可能会走到这一步。因为如果共产党他使用说用什么这栽赃陷害的方法，说你这个是香港民族阵线啊，或者谁谁谁要搞这个暴力革命啊，要什么，你拿这些恐吓香港人，第一个香港人不信，第二个呢，你在这个状态下呢，你的整个的这个演进呢，都可能说是你不仅是没有起到恐吓或者说吓退这个中间温和派的作用，反而是给这些人提了一个醒，我们可以走这条方向哦。本来大家也没有提到港独嘛，对吧？这个本来的反送中法本身就不是说一个港独的运动，那你要给他扣上一个港独的帽子的话呢，那可能会给大家已经提了一个醒，指出了一个方向，我们可以往港独的方向走。因为我说过了，如果说实现了双普选，实现了真正的自治，它就是一个不独立的国独立状态，就跟加拿大跟这个澳大利亚是一样的。它宗主国虽然认你英国是宗主国，你的最高元首也是这个英女王，你的这个真正选出来的是总督嘛，对吧？嗯。但是实际上它已经是一个独立状态，大家也认为它是一个独立国家，联合国也有席位。那么就说香港这件事情呢，如果实现双普选，实现这个真正的所谓的港人治港和自治，那你跟这个加拿大、澳大利亚没什么区别。对。所以它没有必要去真正的追求这种所谓名义上的独立。你只要实现双普选，它就是实质的独立了。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没有必要去把这个事情在口号上提到这么高的这个这么深入的这个偏激的或者极端的这个地步。但是共产党他非要把你往这个方向上引，那自己就是给自己自掘坟墓嘛。太棒了，这您解释非常清楚。这个阿姨在推特上这个知道香港民族阵线的事情哈，然后发的推特，我记得她写的是就是富贵逼人，这个香港民族阵线现在等于被推到了这个风口浪尖上，搞不好她是未来在这个香港独立运动上或者是双普选的这个推进的过程中这个最大的获益方。对啊，共产党黄袍加身嘛。黄袍加身 ，OK， 好，中央指定你了。对对对 ，OK， 行，那我们香港事情先说到这儿哈，然后我再额外说说伊朗的这个事情啊，因为在两天前的话，这美国等于击落了一架这个伊朗的无人飞机，但是伊朗那边说什么都没有发生，并没有，所以在应该是事隔了两个礼拜左右的样子哈，就是在伊朗击落一架美国这个无人机的这个事情以后的话，美国又击落了伊朗一架无人机，所以您怎么看这个事情呢？这个事情其实我觉得整个的伊朗的这个从那个习传赞开始呢，它走向了一个也是一个暴力升级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件事情呢，到底是伊朗政府所为呢，还是这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外包了中共的这个项目，都还是两说。那么如果说就说我先不管他这个内部的这种情况，但是他这个对外的看来起来就是伊朗人去干了这些事情，那么击落这个飞机也好啊，还是或者说派这个无人机去美国这个军舰那里去侦察也好，或者挑衅也好啊。这个都是一个暴力升级，就是一个暴力对逐渐升级的行为。因为你能把无人机弄到这个在外海啊，这不是说使用的是大疆的那种小小小的那种无人机，它可能是一个固定翼的长航时的大尺寸的无人机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它深入到美国的这个军舰的这个1000码，那基本上就是一个步枪射击，当然现代步枪不行，就一般的这个近防炮的攻击距离，那基本上如果说你带了炸药直接撞上去就爆炸了，所以美国人做了这个反应也是很及时的。但是有一点就是说，这个事情背后到底它是一个什么逻辑，
他是否是存在说伊朗想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是最终的，就是大家一直悬在这个空中的这个靴子，就是是否他会采取行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因为最近这个伊朗去劫持了两艘这个英国的邮轮嘛，其中有一艘放掉了，一艘没有放掉，那么他很明显就是做跟共产党一样，就跟中共一样是做这个人质外交嘛，就是说你拿货了我一艘游轮，我就拿货你一艘游轮。但是呢，这在法理上是一个是站得住脚，一个是站不住脚的。那么现在下一步伊朗想干什么？因为波斯湾并不是他一个人的波斯湾，对面是阿拉伯世界，跟你那个波斯人不是一回事儿。而且人家你是什叶派，他是逊尼派，这两帮人本来就可以打在一起的，这个打成血瓢一样都可以。已经跟伊拉克打了8年了，这个事情如果说你要犯众怒的话，你去采取封锁波斯湾的行动，封锁波斯湾其实很简单，它本身在这个波斯湾的这个就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出口那个地方有4个岛屿，基本上就深入到这个航道的一半了。现在主要的这个国际航道是在伊朗的这几个岛屿中间穿过去。他本身就部署了这个反舰导弹，陆基的反舰导弹，那么他要袭船也好，要这个封锁也好，他很容易做到。但是下一步就是美军的这个定点拆除了，那肯定这个基本上武力上面都不用使用太多，都不会产生一个战争，只能叫局部冲突。这种手法呢，就是伊朗可能是无法承受的，因为伊朗的空军海军现在基本上等于近乎近就聊胜于无吧。所以这个事情就看中共背后能起到多大作用，是给伊朗提供武器呢，还是提供技术，还是说继续外包给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因为伊朗军队是不听他们话的，伊斯兰革命卫队是自营的，自己经营的这个私人武装，跟解放军一样，所以呢，它可以买通。那么现在能做到什么地步？中国能敢支持到什么地步？现在都说不清楚。OK， 明白。好，那今天节目时间也差不多哈，还当然最后还是想，因为我知道您最近在做这个老 K 兵棋哈，然后当然我还没有看太多，但您能不能给这个观众朋友们和听众朋友们大概就能不能把最近您的思路和要做的事情之前做的能不能简短的介绍一下，让没有了解和那些朋友稍微了解一下呢？对，我这个老 K 兵棋呢，实际上是很大程度上是在这个技术层面给大家做一个解释。比如说这个我做最新的一期就是伊朗他如果封锁这个，或者说采取这个行动去骚扰切断这个邮轮的这个交通线，美国有哪些军事上的选项。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兵棋推演就很容易看出来，在现在的这种伊朗的这军事实力下边，真的就是不堪一击，它可能只能给你造成一天两天的这种困扰，但是呢美国只要一出手你基本上就灰飞烟灭。如果做到这一点呢，从政治上来讲的话，就伊朗就完全没有办法。所以我通过这种方法，就是说一个严谨的一个推理嘛，也是一种推演，来告诉大家政治上美国有什么选项，伊朗有什么选项，这个事情会往哪个方向发展。OK， 对，我再多问一下，您在去做这个实力对比或者模拟这个战争，这个小规模战争的时候的话，您的数据来源就是这个武器来源是怎么来的呢？您确定您的来源是准确的吗？第一个是这个它是这个兵棋自带的这个数据库，这个是一个在民间能够买到的，就是民间能够买到的最最权威的数据库了。第二个呢是有对。这个兵器本身也是美国军方采购的一个对象，当然它的这个数据库更专业一些，然后这个模型建得更好一些，但是基本上也差不了太多。第二个呢是有很多这个公开的这个有很多公开的这个数据库和这个信息来源。因为这些军事这些东西呢，它国际的观察很清楚一点，就是伊朗你第一你自己造不出来。那么你采购你必须得要通过第三方采购，像国外采购，那你这些来来往往的这些事情呢，其实瞒不了人的。哦，这样，哦，那我就明白了。好，那今天多谢老 K 的时间，然后也非常感谢能够收看和收听本期节目的观众和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次再见。谢谢老 K。好的，好，谢谢。
We'll be right back.